各位早晨，嚟到我哋開市錦囊嘅環節啦。身邊嘅嘉賓咧係我哋耀財證券嘅事務總監啦，郭思慈喺度噶。郭 Sir， 早晨。早晨。好，咁啊，如果家庭觀眾咧有嘢想問我哋，隨時可以打電話嚟。咁我哋電話熱線咧係2804-6566，又或者咧繼續 send email 俾我哋啦。今日咧恆生指數咧係低開144點啊，最新咧係跌緊148點，報20078點，成交額方面啦有17億，而國企指數咧係跌緊100點，去到10189點。期指方面都要跌啦，跌83點，去到19839點啊，低水235點。咁啊，成交量方面咧7200多張噶啦。咁啊，郭 Sir， 不如傾下外圍方面嘅情況先啦。見到咧美股方面咧就回穩噶，咁啊紐約道瓊斯指數咧收喎喺12855點噶，咁係升咗19點。而納斯達克指數咧收喺2933點，跌1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咧收喺1357點，就升3點噶。咁見到咧美股方面啦都個別發展噶，咁但係咧有個回穩嘅趨勢。咁但係咧投資者呢一刻咧都係好擔心咧歐債方面噶，咁啊令到咧佢哋嘅升幅咧都係有限噶。咁啊問下郭 Sir 意見先啦，美股啦即係見到佢有個輕微嘅反彈勢頭，呢、這個勢頭可唔可以繼續延續咧嚇？我想暫時嚟講咧，就市場嘅避險情緒都持續高漲噶，唯一要講嘅就係、是。即係歐債問題啊升温啦，咁啊變咗資金咧就避險啦，即係流入咗係美債嗰邊，咁啊美股當然即係受惠啦，前度啊嘛，係咪？咁啊但係短期嚟講咧，美股如果有個突破咧，我諗暫時嚟講都係有啲難度噶。咁事實上由10404點啦，大家知道10月4日嘅低位啦，升到去近日嘅高位13338點咧，累積嘅升幅已經係相當龐大噶啦。咁而家處於一個高台，有少少消化係好正常嘅。不過由個高位跌落嚟咧，暫時嚟講喺低台咧，亦都有兩個技術上嘅支持。一個咧就係12711，另外一個近日嘅低位就係12810點喺呢個水平。即係話咧，技術上嚟講，上面咧有一個雙頂喺度，小雙頂；下邊咧亦都有一個小雙底喺度。喺呢個區間之內咧。美股暫時嚟講咧，係處於一個上落待變之中。不過當然知啦，相對成個總升幅嚟講，呢度咁樣嘅少少消化係好行嘅啫。咁啊，其實咧高台上面咧，我總係覺得咧一個頂、兩個頂、三個頂，你要突破咧，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嘅。除非有一啲好正面嘅一啲經濟數據，先能夠令到咧高台上面嘅嗰個走勢咧係出現一個突破。相對嚟講，如果你話暫時冇乜利淡嘅消息，亦都冇乜利好嘅消息咧，美股暫時會處一個高台嘅整固，因為咧同所唔同嘅地方就係咧，歐債嘅問題越係升温咧，其實咧美國就越係受惠嘅，啲資金會流入美國境內噶嘛。咁啊，到而家呢一分鐘為止，希臘嘅債務問題到底係點樣咧？其實真係冇人知。咁啊，佢亦都係一個咧唔遵守誠信嘅國家，簽好曬啲嘢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反口啊，話唔係啦，話唔認數啦。一個負債國，而家呢個營運嘅開支咧，全部都係靠咧其他嘅成員國咧去支持佢，去借俾佢。佢而家嘅態度咧，我自己覺得咧有少少話你唔夠膽俾我破產嘅，我破產你慘過我。咁佢就有少少咧，即係好似發難咁樣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，到最撚尾咧，如果德國咧真係忍無可忍嘅話咧，唉，算啦，呢個都係幫唔落噶啦，由得佢啦咁啊。咁一旦被踢出歐盟嘅話咧，或者歐元區咧，佢就大件事啦，用翻自己嘅貨幣，到時個通脹高到咧係離曬大譜。其實佢嘅選擇真係唔多，真係要實施緊縮經濟政策，同埋咧係需要咧係賣翻啲國有資產去渡過呢個難關。不過咧，就希臘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嚟㗎。大部分嘅國民咧，咁啊40幾歲多啲咁多咧，已經去飲紅酒啦、曬太陽啦、享受人生㗎啦。咁一切都有國家嘅照顧啦。公務員嘅人數咧，差唔多係多過咧係國民㗎。咁喺咁嘅福利主義之下咧，如果國家係有龐大嘅稅收、有龐大嘅出口去支持嘅話咧，賺取龐大嘅外匯，梗係冇問題啦。但係三樣都唔係，交税嘅人又少。冚唪唥都逃税喎，咁啊仲有咧又冇出口喎，淨係靠旅遊喎，咁啊事實上嚟講咧，真係要係走出呢個困局咧，真係唔容易噶。關鍵喺邊度咧？就係啲國民咧
享受了幾十年了，大家咧就慣咗攤大手板嚟攞嘢噶啦，你而家突然間唔俾，佢已經唔中意啦。你仲叫佢慳啲使，咪個個反對咯。問題就係一啲新嘅政客咧，咁啊為咗討好啊選民，為咗爭取選民嘅支持咧，就一定會開啲空頭支票，承諾又乜嘢福利又唔又再照俾啊，又唔再緊縮啊，甚至乎咧有計劃咧係掟多啲錢嚟刺激經濟。不過又從來冇諗下啲錢唔知邊度嚟喎。咁啊，無論點都好啦，呢樣嘢我唔講啦。即係歐債嘅問題咧，單單講係欺債嘅問題咧，其實嚟講咧就唔容易去搞嘅，因為呢個民族本身咧，暫時嚟講咧係唔願意咧承擔債務重創帶嚟嘅緊縮嗰個啊代價，佢係唔願意去承擔嘅，所以到最撚尾真係有機會咧被剔出係歐元區嘅啦。可能到嗰一刻嚟講咧，所有問題咧就開始要淡化啦。只不過而家，處不明朗當中咧，資金一定係靠邊站，而資金靠邊站咧，就會令到咧全球嘅金融市場咧會受到動盪啊！包括你金價又突然間大跌啦，油價唔使講啦，股市老實講啊，全球股市除咗美股真係比較強悍之外咧，其他咧都係咧反覆回軟嘅。不過如果你問我美股點睇法咧，我覺得12711點呢個支持就比較重要。如果一旦失守嘅話咧，即係美股會進入一個叫中期嘅調整。其實一旦中期調整嚟臨咧，大家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，因為升咗成2900幾點，有少少調整根本上就好正常啊。只不過咧個深度咧可能會放大少少，但係相對其他地方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咧美股就算要跌嘅話咧，幅度都真係好有限噶。除了美國經濟始終嚟講咧係漸漸改善之外咧，最重要咧就因為當地的就業數據都仲係比較差，同埋樓市仲係低迷，係有機會咧係 QE free 嘅。咁啊，其實印銀紙印開咗咧，真係有鋪印噶。QE free 之後唔夠咪 QE 貨咯，冇所謂，一路 Q 落去啫嘛，係咪？總之印到咧銀紙多到咧，誒啲樓市升温啊，啊一個經濟增長嘅勢頭重現為止啦。咁啊，當然知啦，如果錢多嘅，將來有個通脹。咁問題就嚟啦，通脹一重現嘅話咧，錢就咁多，大部分嘅資金喺啲對沖基金同基金手，佢會做啲咩嘢咧？唔通真係會長期擺喺美債嗰度收嗰啲利幾息？我諗唔會啦，係嘛？所以到最撚尾啲錢咧係會翻翻出嚟噶。到其時商品啊、全球股市咧又係會喺資金主導之下咧被炒個不亦樂乎噶啦。不過短期嚟講，暫時嚟講係仍然處於一個不明朗之中。好，唔該曬郭 Sir 噶。咁我想問多啲咧，關於 QE3 方面嘅情況噶。咁啊，見到啦，聯邦儲備局主席咧，伯南克咧喺較早嘅時分咧，都講到啦，就係話咧，如果任由一啲即係刺激經濟嘅措施咧，到期嘅話咧，對經濟方面咧，可能潛在一定嘅打擊噶。咁啊，講到一啲刺激經濟嘅措施咧，就要講到咧喺布殊嘅政府嘅時代咧，就話有啲即係有啲稅務嘅寬鬆安排啦，又或者係延長領取呢一個失業金嘅安排噶。咁呢啲咁嘅等嘅措施咧，就會係一月咧，明年嘅一月咧就會到期噶啦。咁啊，啱啱郭 Sir 就提及過噶啦，就係咧一啲數據啊，咁見到咧美國上月嘅非農業職位咧，亦都係增加11.5萬個位啦。咁啊，亦都係創咗6個月嘅新低噶。咁啊，數據又唔好，而刺激經濟咧就嚟亦都到期啦。咁係咪即係進一步去確定 QE3 方面咧嘅推出機會都係好大啦嚇？其實咧就呢方面咧係正面嘅，因為咧，你美國咧嘅經濟咧就其實都即係有一點咧，大家應該清楚。佢一年嘅 GDP 咧係14萬億美金，真係天文數字嚟㗎。經濟強國就係經濟強國，但係呢14萬億美金咧，有70% 咧係嚟自內部嘅消費㗎。即係換句話嚟講咧，係一個好龐大嘅消費國，由消費去拉動個經濟，製造個需求㗎。咁如果一旦冇消費咧，佢經濟根本上冇得增長。而家關鍵喺邊度咧？除咗失業人數高企之外咧，仲有樓市。金融海嘯之後咧，樓市咧低迷嘅情況咧係完全未有改善過㗎。直到而家呢一分鐘，就算經濟好似走出最壞嗰一刻嚟講都好咧，但係樓價始終都仲係偏低㗎，即係仲係個低位㗎。咁啊，美國政府啊千方百計咧都希望刺激個資產價格。佢唔係話想話製造一個泡沫，而係話樓市如果慢慢升温，咁啊負資產嘅個案減少嘅話咧，係有利經濟咧係進一步復甦，因為咧可以係刺激個消費啊嘛。咁啊到最撚尾嚟講，如果你真係樓價仲係低迷嘅話咧，就業人數亦都係有少少係問題出現咗嘅話，我相信咧 QE3 嘅推出咧係
真係機會好大。但係咧，大家亦都要咁樣諗。QE1 係1.75萬億美金，係救翻美國金融機構免去倒閉啦。QE2 8000億美金咧，係本來想救中小企業嘅，但係到最撚尾就去曬啲基金同埋對沖基金手。咁啊 ，QE3 可能得4-5千億美金嘅啫，走去邊度？我睇始終嚟講，又係啲對沖基金同基金手嘅。好啊，唔該曬啊，郭 Sir 噶。咁我哋咧開始嘅環節就差唔多啦，咁休息一陣先，轉頭咧繼續啊，郭 Sir 喺度咧同我哋睇睇大市最新嘅情況噶。港股咧個跌幅亦都係越跌越多啊，最新咧係跌緊215點啦，去到20011點。咁我哋休息一陣先，轉頭翻嚟咧繼續啊，郭 Sir 喺度。